家好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来晚了。我以为你的顽固爸爸也会让你出来啊。你都特意留在上海陪我，不管什么力量都不能使我们两个分开的。看是吗？没看过亲嘴啊？我要你，我要你回答一个问题。什么动物在天上是四条腿，在地上是两条腿，在水里是三条腿？怪物啊，鱼尾纹怪物。哎，没错，为了干杯，为了离开他，干杯。哎，轻轻喝一杯。不会喝酒。不怕喝醉了我会在乎你的吗？我好孤独啊。啊，你孤独别孤独了。你那北京的医美什么时候来上海啊？不知道。不要紧，还有我家 Jenny 呢。我想去看电影，你们去不去看电影啊？你每天都在录像带，你不烦的吗？不烦，难道好看东西会看烦吗？好像你一样，半看不厌。看 VCD 和看电影完全两种不同的感受吗？一个这么小，一个那么大呢。再说好久没看电影了，陪我吧。好吧，都听你的啦。好吧，我也去。你们两个呢？我不看了，我还要回去接小智呢。我也不看了。那我们三个去看吧，好吗？你们俩不介意我去？不介意，走吧。拜拜。先生，我要投诉。有什么投诉呢？我会尽量的配合。我要投诉我男朋友经常不陪我。那我放你男朋友一天假，让他陪你呢？真的假的？真的。你不用上班吗？你特意为我留在上海，我也想来看看你工作环境怎么样啊。这里不错呢，是中外合资的酒店，不过没有什么事做。几点钟下班呢？怎么了？又要看电影啊？刘晓庆跟贾平今天开工，我们去看他们呢。开什么工啊？刘晓庆当了画家，而且生意不错啊。是真的？好，我们去看他。啊，刘晓庆说着整理的，怎么没看到了？那边围了一群人，说不定在那边呢。嗨。喂。哎。生意不错吧？你们俩来看我的？嗯，是啊。当然不是，他们故意找个约会的地点来拍拖而已。啊，果然是贾平啊，全被你看破了。哎，静静，你要不要画一张？好啊，刘晓庆，没想到你画画画得这么漂亮。好漂亮。你会画画吗？我不行了，很差的。你不怕的话，回家帮你画。我要最漂亮的那一种，就像泰坦尼克。这个画给 Rose 的那一种。Titanic， 很性感的。我不怕啊，那样才够浪漫。Thank you.
家，你脸红了。不能想象莫奈般的大师会脸红。他玩风景画的，放松一点，别笑。对不起。那你的衣服有没有不见呢？你吓死我了。在餐厅吃也可以啊，为什么在外面吃了？这里环境安静一些嘛，便于你学习。学什么？恶补你的上海话。我不是在学你送给我的录音带吗？不一样的，那是死的吗？我们要讲对话才是活的，所以呢，我打算教你上海方言。啊，上海方言？那不是没学久先学跑？我们没时间了，应付考试吗？其实呢，上海方言挺好学的，也挺特别的。那我们出去玩呢，就叫做不香啊，不香啊，不香。睡觉呢叫困觉啊，困觉，困觉。叶达开，起来吧，起来啊，你再不起来我生气了。啊，好了好了，我学了，好了好了。看看这个怎么念 ？Pieces。用上海话讲啊。啊，英文也有上海话？骗我。应该是念，我们先去练习一下。好啊。欢迎光临，小姐。有色深科医生吧？隔壁来看看。搿侪是日本和欧洲新来的，侬看看好了。龙哥先生，上班了。没啥事体，侬送医生做啥啦？生医女娃。我才勿要介随便呢，搿套衣裳蛮好，侬看搿套还是蛮适合伊的。嗯，要不要试试看？好啊。好看吧？当然好看啊！我讲我女朋友好看吧？老好看啊，伊穿老好啊，侬老有眼光啊！轩轩，你的上海话不错啊！是吗？你也听得出来，蛮好吧？但是还差一点点。一开始我以为你是本地人，后来才露出一点破绽。那你不拆穿我？老板说客人永远是对的，就算不准也是对的。好了，叶大开，走啦！拜拜。再见。马婷，不管怎么样，非常谢谢你的生日礼物。走吧。好。